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们那边是国光成人英语教室吗？哎，听说你们下礼拜有开放那个现场试听教学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想要报名。嗯，一位，下午3点到4点。OK， 好，确定，谢谢。OK， 呵呵，哎，你没事去跟他学什么英文？是不是最近又看上哪个外国历史？哎，果然是鹏哥了解你啊。那一间补习班啊，英文老师出了名的正，他果然是去看妹的，什么学英文？不是嘛，可以学英文又可以看正妹，一加二狗很好啊。嗯，哎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老师跟我们以前不一样，年轻貌美，穿的又火辣。要是我们以前老师像现在这样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科科第一名，真的。哎，立冬，你再跟他讲啊，打电话去跟他讲说再多加一位。因为我最近要帮我女儿找这个英文补习班啊，所以我也想去试听一下。色狼，嘿嘿，二哥，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我手里面就有各式各样老师的资料。看二哥，你是要学什么18招？不不，18般武艺什么的，你跟我说一声，一句话搞定，好不好？是吗？这么厉害？那人嘞？赶快请他们来啊！人嘞？是，大哥是对的。是失恋吗？他怎么单身呢？这是美柱。那个老师口说无凭啊，他说自己是舞蹈老师，我信个屁！我老师。画我的老师好了，就画我吧。OK。你要先画一个脸呢，请画脸。画脸在看哪去啊？好，欢迎老师，老师，老师好。冷静，你冷静。Vivian， 老师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您是？我是 Vivian 舞蹈老师。老师你好，我好。你好。三个字。干嘛？这个老师口说无凭啊，他说自己是舞蹈老师，我信个屁啊！对嘛，现在才在认识。老师，你排斥师生恋吗？不是这个表情啊！对对对，不是，这不，他是单身吗？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。老师，对不起哦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能有猴急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学习，我们是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学。对，基础功很重要。对。那老师平常在跳舞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什么肌肉啊，什么地方会酸痛的。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地方太棒，我们有温泉啊。啊，对。太快了，恩哥。哎。那老师这个跳什么样的舞蹈？我跳的是 MV。MV 舞蹈，要急了，马上老师也急了。MV music。呀呀！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老师，老师了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可以连上8堂，我们都没问题的。老师，辛苦。哦，谢。很好，很好。那老师，请问一下，这老师学舞蹈多久？学舞蹈吗？超过10年有。当初怎么开始学舞蹈？你是科班的吗？我不是科班的，我是音乐的。你是音乐班的，音乐科系的。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动感呢？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练舞，很喜欢教舞。对，然后就是如果我比较会音乐的老师，他在听音乐的时候跟一般的舞蹈老师会有一点不同，因为我们对拍子会特别的清楚，敏感。对，就跟我高中的时候一样，我高中是科班的舞蹈科，可是我后来跑来演戏，
哦，彭哥是舞蹈班啊？对，开玩笑。不用怀疑啊。对，没有，他是跳跳跳，跟老师一起跳跳跳。刚刚老师做的动作，彭哥都会。是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下双人班的大家和气一点。男人呢是有一个很坏习惯，就女生长得太过漂亮，男人就会开始怀疑她的能力。就是有一些学生就一开始他就是。会比较拽拽的，他就不把你当老师，是不服你啊？对，像后面那两个。对，但是我会觉得，就是大家就是音乐放下去跳，大家就知道你有没有是有没有真功夫了，就对对对，用讲没有三两三了，直接跳就真的。是老师涉猎过哪几种舞蹈？爵士，嗯，国标的街舞，街舞，然后有学过，那你应该是沈玉琳。有见过，然后我有学过日本舞，日本舞，哎，好适合我们做场景舞。我这边点到日本舞示范的动作，给我们看一下。预备，日本舞吗？嗯，就是这种。哎，可好？好适合我们。他的舞蹈老师是谁？你知道？日本舞，志村健，志村健。就是他这个下面我可以教你们，就是哦，可以吗？就是你们如果有。榻榻米不是会穿那个日本舞鞋，会有一个大拇指跟 yes 对，就跨过那个大拇指，所以走路的时候都是这样。哦，内八是内八走的，对，内八都会跨过那个大拇指。那夹很紧，对不对？两只脚夹很紧。对，因为练日本舞的时候，膝盖都要合在一起。哦，都要这样。膝盖夹紧一点。老师这样讲，是表示他真的懂了，老师很棒吧？很棒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他拿麦克风讲。为什么啊？我尊敬啊，尊敬，对，同一个班级，大家和睦相处。那老师 ，OK， 日本舞还有什么舞？还有什么舞？现代舞会吗？现代舞不会，等一下会有老师会教。我跟你讲，我小弟有一种舞是专门。真的吗？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涉猎过？什么？三贴有跳过吗？三贴，什么叫三贴舞是什么，学长？哎呦。你要示范吗？你要示范？不，这个我们就意会就好了。好，那个老师，那今天要教我们跳舞是不是？对，今天要教你们跳，你们同学要起来，要啊，现在跳舞，来，请问教什么呢？我们要教什么舞蹈？教那个帅大叔的 Daddy。帅大叔，那你可不可以先跳一遍给我们看，我们才知道怎么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跳一遍给你。对，Music。Got it from my daddy。你不是说你是会，你很喜欢学吗？你第一个，会啊会啊，我是第一个。老师，你站前面，我们跟在后面，我们跟着一起，好不好？你站在前面。好，先。那么我也要跳。你带那个老，那你问题学生，真的。好。你还敢讲？他只要发问问题。好，我先教那个脚，就是先这样跳。感觉要往那边跳过去，有没有？老师，这问同学好像有障碍。哎呦，不是，小朋友，你顾好，你顾好你自己就好，顾好自己就好。对，然后所以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都可以，可以，不难啊，不难，可以，都可以，我们还 OK 好不好？接下来，老师，手是一、二。三四，有点像手刀跑步，是吧？对。七八的时候敲一下胯下。七八九。只能敲自己的胯下吗？这我跟你讲，我专门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一直转，我停不下来了。这学生会学成这样吗？你有看过学生这样的吗？第一次看到。然后好，然后再去下一个动作是，所以是二。好，嗨。OK， 我看这个很简单，我帮你拿好，我们可以死学，我们专门的啊 ，OK。然后肩膀甩一下，七八，一，对，就甩一下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七八，对，然后再继续八 N， 对，是右左。右左右哦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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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左右左。老师这边是右边，怎么？老师这边有同学体力跟不上。那那个脚是先踩。啊！哎！好了，开始了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，我们可以了。来来来，我们这班什么都不会，就是会跳舞。来来来，太会了。麦克风，麦克风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我负责拿麦，来大家跳。来来来来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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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预备。收工以后，别害怕啊，预备。好。Music。这堂课太成功了，对啊，谢谢，学一次就上手，老师来拥抱一个，那都没关系，谢谢。哎、老师也有挑啊，老师也有挑，被拒绝的感觉怎么样？好差哦，很宁可被摔出去。老师，来来来，哎，啊，摔出去。好久，这呀是什么？好，哎，蛮热闹的，不错。那我们这样算是学得很快，知识比较优的学生。对啊，而且你们连这个 wave 都会。开玩笑，我们当年就叫 wave。哦，外号叫老师，老师，我们谁会啊？教得很好，教得很好。谢谢，谢谢。道哥真有礼貌啊，教你看。我们要不要先就坐？对，坐好，大家坐着，坐不了，太累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老师去哪里了？老师，还没了，还没喝水呢。老师，这堂课还有八个小时哎。老师，请问一下啊，那个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喜欢有责任感的男生 ，OK， 不花心的男生。哎呀，那我们这边就没有了。对呀，来来来，老师，看康哥这么喘，允许我倒杯水给你喝吗？喂，老师也喘了，老师流汗了。对对对，看来我们这么兴奋干什么呢？认真认真认真，老师，我敬你。不是，怎么喝起酒来呢？康哥真是懂教育，教育，对，有运动到，谢谢。大哥，他流汗了。来来来来，对嘛？大哥都急了。老师来来来。好，谢谢。因为他知道第一波的都比较正，真的香，好了吧哈？好，那老师还有什么话要训斥我们的？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的跳舞。哎，好，可以，拍照了，谢谢。掌声鼓励。哎，请教一下，就是当然你上我们这个都是男生，男生嘛，对啊，对。你上女生的话，女生会不会看？咱们没干什么东西这样？他们还蛮喜欢跟我学舞蹈的，哦、都是吗？因为有些舞者老师可能他们不会很重视头发，可是因为我很重视头发，然后我的学生他们很喜欢学一些那种比较性感的舞，可以甩头发，甩发动作，而且他们就对我很好，可能有一些是柜姐啊，然后有一些他们就会送我彩妆啊，或者请我吃饭。哦、那就你认识很多柜姐。就学生，那下次来是不是可以带柜姐来就好了？我完全忘了。对啊，对，柜姐课，好，谢了哈。好，谢谢。请坐，休息一下。哎，谢谢。下面没有舞蹈老师，我跟你讲，舞蹈，这个东西，这水真的可以喝啊。好，舞蹈跟音乐是分不开的。哎呦，是。我们学完舞蹈以后呢，我们要加强我们音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欢迎音乐老师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哎，嗨，老师好。哎呀呀呀！那个，各位同学上课喽。哎，老师。哎，老师。我觉得你们的反应有点不像刚刚那个舞蹈老师那么热不会啊，不会，老师欢迎你。那我要站跟你一起吗？不用。老师看起来端庄啊，美丽。端庄，是。那老师是学古典音乐的还是？对，我是学古筝的。啊，真的？真的？哇塞，我们这里还真少人开来表演古筝的。真的？那既然老师学古筝，可不可以老师古筝两下给我们看一下？当然没问题啊。好吧，来古筝。这是一个竹曲，这个。
我只想请教一件事情。嗯，这是我的吗？对，这是你的。Thank you。因为你一直抓着不放。请问这一曲是哪一曲？这个是不是古筝四十五转的一个组曲？当然不是，你看你们是不是很需要我？我们哪需要？We need you。OK。我就喜欢你这种学生。这哪一？这就是你有看电影吗？配乐吗？对，《神鬼奇航》。对呀，你还说赤壁？真的假的？你又去赤壁了？那请问一下，刚刚那个是电影配乐哦。嗯，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是磅礴，磅礴，磅磅礴，磅礴。那有没有流行一点？流行哦，有啊。来一个流行。好，没问题。你要点歌吗？我都可以的吗？那我可以邀请那个亲爱的同学们跟我一起，就是唱歌，帮你们弹，然后你们唱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唱歌最好听的。哦，一定不是张立东。哎呦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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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一定是张学友的歌喽。不管你点哪曲，我都要送你一首我觉得很适合你的。哦，好，就不用点了。老师的话术，老师有啊，难笑。老师很喜欢啊，绕圈圈啊。对，老师到人家来家来做客，请你不要那么调皮。不是，因为笑死，老师难得上电视，怕很快就结束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那来吧，来，我们你要跟唱哦。好，来。不会唱我就帮你。不要唱啦。对啊，我们一起唱啦。神东击西，歌喉就不好嘞。你好，三个，他们蕊好了，让他们唱。蕊好了，没有蕊好，蕊好，蕊好。我们是学生，学生干嘛要蕊？刚刚被我破梗了吧？哎，不用了，学生不用蕊，学生。好，来一位，站到老师两边啊。对，请了。真的要什么？用刚刚那个。不要太近，不要太近了，人家那个。来喽，预备，进。嗯，你们刚刚是在楼下有蕊这首歌，那你就鲁拉拉。对啊，可是立冬后来会唱一点，那个你怎么一直在鲁拉拉？为什么？你是觉得收视率是没有问题的？那琴瑟和鸣啊，坐好。哦，好。你到底会不会唱？他大概回去。大概。哎，老师，可以麻烦你重新弹一次。哦，好，我们要听听看真正的。对，不要有噪音在旁边。好，预备，请了。果然这不适合搭配人唱歌，厉害厉害，老师好听好听，请教一下，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弦乐很多乐器都很贵啊，那古筝这种乐器有就是会不会很贵？它其实价格非常的不定，是对。如果入门款大概多少钱？嗯，如果你要学的话，我送你琴吧。不是，我们要让观众都知道。好了，没有了。它入门款大概几千块，但是如果要比较能够有好的声音的话，大概要10000出头。比方说，现在这一台大概？这台大概中等的琴2-3万。说真的啊，现在这个年代啊，这个是稍微比较，除了最近那个功夫那部电影，看它嚷嚷嚷嚷嚷嚷之外，好像也没什么热门。当初怎么会学这样一个古筝这个东西？这就有点害羞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呢，我就看了古装剧，像现在很多宫廷剧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天哪，我长大之后我要当仙女，
我觉得学了这个乐器就会变成仙女。当仙女其实可以，对对，自己就。对啊，后来长大之后发现没有仙女这个职业。宫廷剧里面是宫女，怎么是仙女？怎么会是宫女？大家都是格格啊。哦，对啊。宫廷剧以现在来讲，他们都成仙了，是仙女。老师是这个意思。不是、啊，因为不能怪他啦，因为在宫廷，对不对？宫廷戏里面哦，他就只能在太监那一层。宫中啊，对，他没办法跟那个啊、哦，那个我们上层的那个交往。老师，对，你表演的时候有出过糗吗？上节目，然后本来想要很漂亮的出场，想要觉得像仙女一样，结果出来呢，因为那天天气很热，有点脚汗，然后鞋子有点大，所以我在中间在里面、在里面垫了那个中午便当知名卤肉饭的卫生纸、对、我觉得这样万无一失，好屈威嘛，好屈威嘛，对，结果呢一出来那个是旋转、一出来，然后我们欢迎，然后走出来说哇，一个箭步就是那个滑倒，对，高跟鞋比我先到会场，飞出去，对，那飞出去就算了，我觉得就算了。然后还有那个猴丘就出来了，对，猴丘就在那边 ，Hello， 跟大家说 Hello， 哇，好巧，然后他就精彩接到代言，太棒了，这个是干什么的？歌曲翻译。哦，这个是，这你们团队，这是我之前对有参加乐团，是这个是女生的乐团，那这是现在的我朋友的乐团，对，这是我。既然你今天来了，对不对？可以来一个不一样的中西合璧的。中西合璧，你们还想听什么？我可以比如说 Lady Gaga 的什么？哦，可以。Lady Gaga 可以。哎呦，真的有哎，有。去。I got a romance。哎，厉害哦！真的有点唱哎。哇，你敢点你，我不敢啊。你点什么？哎，刚升弱。厉害！我点一个，你一定应该不会。什么呢？《安平追想曲》。你先唱会吧，你唱我就跟。那个最简单的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会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啊！我点，海波浪，海波浪应该会。好。啊！他不会了吧？你再唱，你听。我不要，你点。那如果我弹出来，你要怎么办？我亲你一下。海波浪怎么？就大哥。我下流，我咖喱来分开，我咖喱贝来分开。你不要不会了，都这样噜就过去了。算了啦。意识到就好。有了。老师很担心你要抢他工作。对，以后后来变成我们以后这个效果声都是古筝的。对呀，因为他当老师了。对，我们这个就厉害了。那我请教你一下，你有在教学生吗？有啊，我现在在高中任教，我教的是表演艺术科的同学。哇，那麻烦了，高中生一定很调皮捣蛋，像他们这样，尤其是表演艺术科哈。对呀，他们比较活泼一点，但是他们其实都很聪明，而且又很棒。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真的很皮，就是上课上一上会突然起来，然后掀起来，就是会走动啊，起来，然后什么东西掀起来，然后这样吗？对，就是掀起来。老师，看他起来没有腹肌，不要看，看他起来。好丢脸啊！张立东，你好丢！真的，怎么真的？有没有真的？救一下！拉起来腹肌看一下。二三，啊，算有了。哎，没有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稍微好一点，稍微好一点。老师不要太严格，这样好吧？老师，那你对腹肌蛮喜欢的？没有，我觉得喜欢偷肉吗？没有偷肉。老师，腹肌在这里。哦，腹肌。哎呦，这个就看时尚玩家。腹肌，对吧？这是排骨吧？哎呀，对，然后你说学生起来就把腹肌秀出来。不是他们就是，对啊，其实这不是重点，他们就是会上课的时候跑来跑去，然后比较不受控。他们这样子，然后跑来跑去。对啊，在上课的时候。跑来跑去。真的。就是课堂课，因为他们都是表演艺术，所以他们比较动。我有一些同学，这是一种表演艺术，这是表演艺术，不是不是，你冷静，同学冷静，先坐下。对，他们就是因为高中嘛，那他们学的是表演艺术，所以课程有分课堂里面的，然后跟
跟课外的，就是比较活动的，啊、但是他们比较坐不住，因为以前国中的时候学业的成绩可能比较没有成就感，嗯、但是他们其实都超聪明，所以有些同学他们已经现在在，比如说有拍戏或者是歌手，谁、哦、呢？对，有拍犹台的那个我的老师叫小赫，不是人，那他是谁？你小朋友，我们班今年刚毕业的，没关系、啊，那是那唱歌的嘞。唱歌的有参加过超级偶像的哦，对，超算是名师出高徒啊。其实你可以大方的讲，你现在在哪个学校任教啊？哦，我在永平工商的表演艺术科，永平工商表演艺术科很优秀，知道？谢谢。因为什么永平工商表演艺术科很优秀呢？啊，怎么了？因为请到这样的老师，哎呀，非常优秀 ，Thank you， 老师太棒哦 ，You work hard。Thank you. 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们那个刚刚学舞蹈，艺术气息，学音乐，我们整个气质提升。对，但是最重要是什么？什么呢？什么？我们要强健的身体。哦，健康教育课。对啊，来啊，你鼓，来嘛，来健康教育课，你做 model， 来跟我搭档一下，衣服脱光，快点，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是，这啊，因为啊，回去可以了，可以配合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好好，那个健康的身体，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上的体育课，来欢迎体育老师。哦哟，体育老师啊，不是，这是体育老师，你是体育老师吗？好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手卡是不是写错了？这不是体育老师吧？我是 model 吗？这是美姿美仪吧？请问你是模特吗？我是模特。好机哦，不是我是啊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体育课会请你来呢？因为我是体育老师啊。你会健身啊？会，我是健身教练。你是健身教练？是健身教练？你是健身教练？你是在那个健身房当教练吗？对，我真的。哪一家？博俊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怎么会当健身教练？不是model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本身对运动就很喜欢，是对，然后我想要挑战一点不同的东西。那进入这个健身界多久？大概半年。半年了。对，半年。当教练多久？半年。那真正开始想要当教练是多久以前的事情？半年，对，就是半年一个突然，不是，我想当就可以当了，马上就当了，没有要去受训，对，对，马上够漂亮就可以。那今天。现在一来，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弟哦，就很奇怪哦，他老五，可是他年纪轻轻，他很烂，很废，你知道吗？身体很肥胖。好，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他出来的时候，你指导他做一些动作？没问题。而且老师，他刚被上一个音乐老师笑没有腹肌，真的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锻炼一下。首先第一个带给我们的这个体适能是什么呢？弓箭步是什么？对，我们来练一下腿的部分。哦，练腿。对，好，来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第一个动作。所以我们要先练，这是教练，你都喜欢练哪个部位？人家就是腿了嘛。你在讲什么啦？那你知道我比较想练哪里吗？你不用，我比较想要练爱。不会有这种学生，不会有这种学生。有幽默学生，哎，上课起来比较开心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我们等一下弓箭步的重点，我们先单脚跨出去。跨什么？对，老师这个腿好美啊，身体去拿麦克摆正。好，往下蹲，蹲的时候请注意你的前脚啊，膝盖呢，跟你的前脚是一个九十度，后脚是90度。对，膝盖不要。帮你拿，谢谢。他纸都不给我，这么凶，不要叫老师啊。酸度在开始有酸度了，有酸度。好，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，这样呢它的就不会造成膝盖的压力太大。老师有感觉了，有感觉。身体挺直，肚子要收，下背要挺直。好，往上。好，臀部的时候这时候要夹起来，夹起来，再往下，再往下。那要看前面吗？看左边这样可以。看我。看。好，来吐气往上。电力好强。这个很累。这超累的。肚子。哎，这很酸哎，而且是肚子这里腿都有在动哎。对，然后上来的时候记得臀部要夹起来。臀部要夹起来。对，好，吸气下。吸气下。哦。吐气上。吐气上。对，吸气下。吸气下。吐气上。吐气上。好，回，我们换边。换边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要平衡。我帮你介绍一位，好，他也是你蜗菌的人，真的吗？曲哥，他也是啊，曲哥最会这个的，来来，然后曲哥示范给小弟们看，可以做其他的动作，你同样的动作，好，然后手叉腰可以，你可以平衡，对的，很好，好，来往下蹲，吸气，我看，好，背再挺直。哎，不是，另外一只膝盖，请不要碰到地上，好不好？对，你来就用偷吃步，他有做90度，你看到没有？
对，他一蹲就有了。我跟你讲的嘛，刚刚没有，有练没练差，一看就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最会的，你知道。轻松没有一百下下不来的。对，轻轻。老当益壮，弓箭步创始人。哦，是是是，你看。可是罗宾汉的话，我们加一个高难比较难一点动作，跳起来的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做原地暖身，来吸气，气，吐气，上，对，好，吸，吐，对，再来再来，吸，加油加油。我鼓励学生，对，背要伸直，对，好，很好，吸气，真的很想给他上课了哦。对，再一个，吸，吐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点有氧的一些动作。好的，好，这样终于是。一样的动作呢，我们要交换，然后跳起来。好，来，慢，蹲的时候预备。好，等一下往上跳。好，往上跳，交换，换边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就是很像我们当兵的交互蹲跳一样。对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哦哦哦。连续动作。好，来，预备，来，你去帮了，老师来，你请这两位坐就好了。预备，起。预备，走。蹲蹲，跳起来。吐气。换。来。哇塞！哎，换，很好，背挺直哦，肚子要腹部要内收，不然你会跌倒。再来，核心的地方要用，走上，对，核心的肚要用，对，上，对，很好，做到投降为止哦。好，他们是真的吗？好，继续。那这一集有的做，做到下课。老师，他这个是练什么的啊？这是练你的，其实核心用得到。核心肌群。对，然后练腿部跟腿部的肌群。对，还好吗？好酸哦。好，那个记得伸展一下。谢谢。哇，不容易，谢谢老师。要健身真的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这样子走在路上，因为很漂亮嘛，对啊，身材又那么好，好白。有经纪公司还是谁找上？对，那个当年被我们遇到，不会活到今天的啊，活到今天。对，我们会不会放过？对，不会放过了，一直活到今天了。有经纪公司找过你吗？有。我跟你讲，怎么样？放出来我都惊着。哦，放出来。啊！发现真实原色，看见微小细节。三重影像感测，每个瞬间精彩捕捉，怎么拍都是完美。所以，所以你还扮周杰伦哦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还是他是这个广告植入啊？这里面啊，这里面的中间那一个，啊，这个是你？对，是我。没有穿衣服，没有穿衣服哎，有防护措施啦，有，还没有穿衣服哎，全身彩绘，没有穿衣服哎，彩绘，下一堂是人体彩绘课。OK， 那时候就去拍广告，因为哦，因为身材，而且你也会舞蹈，需要会跳舞，你学什么样舞蹈？我学现代芭蕾，现代芭蕾，民族都会，民族踢踏舞也会。好，谢谢曼曼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欢迎老师，来坐坐坐，两位没有男朋友吧？那你先跟我握手，我不要。哎，你都哪有这学生不能跳？我是有原则的。哎，我也是有眼光的。哎，所以好，没事没事。那接下来我跟你讲，刚刚我们是啊，动的都动，动都做完了吧？我们要一动一静，静态，好不好？静态。接下来我们要学一点真正艺术的内涵。好，欢迎美术老师。美术老师，你干什么东西？你干这是美术？这是美术。老师，老师好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请给我双手。谢谢你来到我们家，谢谢，非常好。他在给你难堪，太贴心了。老师，这是您的作品，对，所以你是本彩。那这是画你自己吗？对，我是买那个镜子，麦克风。哎，你很积极啊！对，没有了，我大家在讲啊，对啊，都没听到。你应该站在旁边伺候老师。哎，旁边站旁边，可以。你新来的，来，对，这是我。不是太近，不是站旁边，太近。我跟你这样子不对的，你知道，你要有安全的距离。那多少是距离？太安全了。好，来，这个是你自画像。我是出国玩的时候，我就自己买了一套就是美人鱼装的比基尼，然后我就自己把它画成 Q 版的。这个作品是什么呢？我看一下，哎，这是在哪里拍的？在哪里拍？这是出去玩拍的，就是在泰国当地买比基尼，然后就自拍。哎呦，在泰国哎，你就带我们去校外教学好了嘛？对呀，然后下礼拜就出发了。请问一下，这又是在哪里？我之前是拍平面
平面的 model， 对，所以会有很多这些照片。你太多才多艺了，真的，我好感动啊！然后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，学生就是在下课的时候一群就去上网搜寻我的名字，结果就自己把这些照片把它印出来，然后下课给我签名。学长，你现在拿这个做什么？老师要考试啊！老师要考我考试，就是要测验你们的画画的技术，然后我会以你们大家的画风来看你们的个性。哎呦，那先算命啊！要画什么？请问我们要画的主题是什么？画我的老师好了，就画我吧。OK， 那我把你画丑了怎么办？好好画，要仔细哦。哎，我最不会画画了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老师你可以稍微指导一下吗？老师你可以站近一点让我看怎么画吗？好，你先指导他好了。好，大概从头发开始，还是从头，还是从？看你要从哪个开始？从有最有特色的地方开始。最有特色的地方。你可能要从脸开始画，再往下。这样。对。老师，你会指导我画吗？指导。对。你要。就是第一笔，通常第一笔很难下笔，对。我手也在抖。就是你要先画一个脸啊，请画脸，画脸在看哪里啊？请专心。先画头发。对，头发很长，然后画脸。老师头发真的是蛮长。对，画头发下来，然后脸，对，轮廓勾勒一下，勾勒一下轮廓。对，然后耳朵，看你们要自己画半身还是全身。好，对，好。哇，这位同学很有天分，对。但是你怎么只有画某个部位呢？画到那个部位，版面就画不下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这样好像不像老师的自画像，这样有点过于，那分数可能会很差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来跟你判断一下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背面。哦，背影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很有方向感，可以从背面或是正面、侧面都可以。可以由你们自己去判断哦，这个也不错，画得很写实，细致，对，大家其实都很有自己的特色。那我们要先介绍吗？先看一下这位同学的画风，请问他为什么他只有画某个部位？没有，我整个视觉的焦点，我就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。好，那请问他是谁？他是我老师，小优。哦，好，不错，有出息。所以从你的画风，我可以观察到你可能你的个性是属于上课不会专心听。没有，我们六个兄弟都 focus 在同个地方。六个兄弟。好，你放心。就是上课不会注重老师讲的重点，就是在那边晃神之类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没有，我超专注的现在。真的。对啊。好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很好，不错。眼睛好大哦。我再画第二张啊，你们先访问其他。好，谢谢。还有谁画好的呢？我画了。好。哇，还不错。但你怎么没有手啊？没有，老师是这样嘛，老师是这样。哦，还有那个，还有知识性的知识，不错，很好。那这个看起来很完整，所以一看就知道你可能是一位是属于班上的班长那一种。哎呦，怎么就是有领导能力的人？因为你看你全部，你连背景啊、海洋都画进去，很有领导力，而且是那种很朋友很多的同学。哇塞，好准哦！哇塞，好准！今天算命的，很准。那你觉得我怎么这个怎么样呢？哦，阴沉阴沉，卡到阴卡到阴。哦呦，还不错。这个他好像面无表情呢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同学作业没交啊，然后你就生气，有点生气的脸。那我觉得你的个性呢，可能是属于比较同学会欺负你的类型。哎呦，就是班上同学会喜欢欺负的，然后你是那种好好先生类型，是不是？真的有没有讲中？对对对，好厉害哦！其实都画你了。其实我不画这幅画，你也有讲得出来，对不对？一向就是脾气很好。老师，还有谁？我画好了。哎呦，不错吧？哇，它有颜色的分别，你看，别人都只有同一个颜色，它还有两个颜色。你是画现场哎，不错。对啊，它蓝色的衣服、白色的裙子，还有它的高跟是粉红色，我都画哎，酷哦，很不错哇！你这种同学呢，就是属于很聪明的班上前几名的同学，是，而且戴个眼镜，就是感觉非常的伶俐、聪明。真的啊，对，不错，对他讲得很准哎，对啊，好感人哦，对啊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品学兼优同学，谢谢老师，还有谁？老师我好了，
好，老师，你有说抄我的？我没有。你这个为什么你要发的那么凶恶呢？对啊，你是想象的吗？好画自己啊！他好凶恶的脸，太凶了吧？我画完发现比较像我妈。非常有另类的艺术天分，那你的个性可能就是 对，而且这只手就是我们的学生的手，不是你的手吗？希望给你教。哦，好 ，OK，你的个性呢，就是属于可能就是。很爱欺负同学，然后都会跟女生打闹，然后拉女生肩带的那种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乖的同学，得体得体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会想象一些其他的有的没的，我手我手，还有一只手之类的。对对对，鹏哥也画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想太多了，一时画不完了，所以干脆简单画好了。哎呦。上半身，走上半身哎！好像红衣小女孩。而且我只画她上半身，而且你画她的胸部是尖的。她整个人让我会注意的就是她的上半身。是，我想她自己应该也知道。因为做人一定要有焦点，要有特色。真的，老师就是有这个特色。可是为什么觉得她的胸部是山羊呢？没有没有，因为画还没画完，这个纸太小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大一点就画出来了。画不下。老师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你的能力已经超出于学生的能力了，你已经属于训导主任那一种。哎呦，那是训导主任的啊！训导主任的能力，欢迎常来，不错不错，好，谢谢。一定要常来。好的，明天再来。好，感谢感谢。好，谢谢。以上对大家这个分析，然后呢，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这幅画啊，就是我的呕心力作，然后我们就起标20万，好不好？美金。有兴趣的，你要在哪边？在哪边拍卖？没有嘛，我现在就硬盯嘛，看能不能熟到，看哪一个观众打铁的就来买了，对不对？20万的没办法哈。好，谢谢老师，你怎么可以从一个画作看出我们的个性？你是怎么样？你有通灵吗？因为从你学生写字啊，或者是画画，你都可以看出他的细心程度。有些人他细心是在笔触啊，或者是他在有一些想象力都不同，所以代表他们的个性。哎呦，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件事情？好吧。教学的历练。我教国小三年了。教小学三年了。对。那你觉得我们这个画作的那个，跟小学三年级比起来，怎么样？你们记忆高潮，而且是看见学生看不见的东西，就是在小学三年级里面啦。对，四年级就比我们好很多了。到现在老师也累了，对不对？是，老师累了。那我们后面有温泉，又泡温泉。好，老师请坐。谢谢。耶，哎呀，今天这个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国王帮帮忙之大哥是对的。这个节目啊，寓教于乐。对，是不是太好了？是不是？你看，我们大家今天各位观众，相信这个收看我们这一集的，学到了很多的平常学不到的东西。没错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老师这个单元要固定下来，哎，固定下来。哎，这个桌椅这个很用心啊，每个礼拜要有一期老师的。哎，老师累不累？要不要桌子借你？就想讲这一句的。好了，那希望那个接下来就像那个大哥讲的啊。各种老师来带给我们各种不一样的学习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上这边下课了，谢谢老师。